合作嘉宾林小培，音乐制作人郑楠。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，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。我不想改变发型，也不想变换口气，是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。看到我就胃快抽筋，心率不振。我知道你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，你为了染变发型，也不想变换口气，只为了让我爱你更认真。耶耶耶！哦哦，烦了烦了烦了，不能呼吸，烦了烦了烦了，没有力气，烦了。烦了烦了烦了，歇斯底里烦啊，我烦啊，烦了烦了烦了，不能呼吸，烦了烦了烦了，没有力气，烦了烦了烦了，不敢相信，烦了烦了烦了，歇斯底里烦啊，我烦啊。你只要看到我就胃快抽筋，心率不振。耶耶耶！